你看这个春象虫已经走到家里面了，满满都是春象虫。你看车子停在这边，上面放水，满满都是春象虫。拜托政府救救百姓啊，百姓已经受不了了啦。关山是一个良子米的好地方，现在春象虫已经泛滥到，你把它看看，这个都是春象虫，满满的都已经到家庭里面了，全部都是春象虫，稻子里面稻田都是，现在农民已经没有办法出，没办法去解决了，你看，随便找都有，你看这边。随便找都有，农民现在已经束手无策，看看哦，我们政府单位有没有办法帮忙了？春象虫已经走到家里面了，满满都是春象虫。现在不只是稻田，连房子间。前面都是春象虫，满满的。你看车子停在这边，上面放水，满满都是春象虫。拜托政府救救百姓啊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啦。春象虫现在太多了啦，现在那个稻草再不烧的话，这个春象虫不晓得要怎么处理。啊，那个稻子全部都吃光光了。啊，希望那个政府看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想办法处理一下这些虫，要不然以后。农作物危害会越来越大。现在农民为了这个黑春象大家都束手无策。拜托政府说可以烧稻草，政府也说不行。不行，最起码要把这个春象虫的问题来解决。你看，每年现在这一期又更多，已经春象虫都跑到人家房子里面住家了，已经泛滥了。现在政府，我们农委会跟环保署如果再不出手帮忙，这个农民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已经马路上都是春象虫了。所以我拜托我们的政府，看是在这一期找个时间让农民可以烧稻草，还是说找个时间看春象虫要怎么样解决。现在农药一直撒不是办法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这么好的稻米。农药的残存存量太多也不好，拜托政府，拜托拜托。